踢出让你选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随机吧。 刚才那个人穿过攻击了，怎么回事？没有伤害。 算准了攻击的判定距离。这是，程远不，不行不行，会输，这样下去我会输。 怎么还不反击啊？急死我了！谨慎一些也好。不行，什么？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！我出去了。白痴，这个时候出连突刺，不是找死吗？你！ 谁在比赛台上？